EXO 的新歌 Coco Bop 包揽了韩国最大音乐网站，占据以 Melon 为代表的 Billboard Genie、 Naver Music、 Boss 等主要音乐排行榜榜首，海外反响也很热烈。发售仅三天，在全球流行音乐排行榜 Apple Music 综合专辑排行榜上占据希腊、秘鲁等全球18个地区排名第一，同时在39个地区名列前十位。18日在首尔召开了 EXO 的第四季正规专辑 The World 记者招待会。 EDM이 결합된 곡이에요。 그래서굉장히 EXO 로서는 도전이라고 하는 도전이라고 할 수 있죠。 네Coco Bop 是成员金钟大、灿烈、博贤共同参与作词的歌曲。노래하고춤추자라는뜻입니다。네네레게특유의리드미컬하고트로피컬한느낌을살릴수있는신선한표현이뭐가있을까되게고민많이했는데네네코코란재미있는발음과음악에맞춰추는춤을뜻하는밥에단어조합이재밌다는생각에이렇게또저희가코코밥이라고이렇게이름을지었습니다